干部。啊，那你朱启林哈，余家清委员，啊，咱阮昭雄啊，议员两位。咱头选人，今仔日个朱启林所议长，总督都邮政议长，啊，咱大专兄也是咱党个秘书长，即届也是担任啊，咱中部指挥中心个总指挥。啊，咱拄只到场吼，贾中廷、贾前议长，大家我先个欢迎吼，谢谢。啊，咱总干事赖进兄，啊，下面啊，我用真短个时间啊。简单来介绍，今仔日咱参与这场扩大会议，来自各地，咱这个同志，咱这个兄弟姊妹，我为我郑秋平才先开始吼，第一位是咱这届执行副总干事李彦元，李前立委，伊负责啊，这个社团民间团体的这个组织联系的工作。第二位是咱陈其迈，发言人，我们的这个召集人哈。哎呀，木棒啊，主持这个舆情的会议哈。第三位是咱负责组织，咱党的副秘书长洪耀福哈。甲咱各地联络的啊，差不多拢由伊这部门啊来负责。过来就是咱宜兰县竞选的团队。咱主任委员，咱现任的馆长林崇贤，林馆长。由于领军吼，总干事是咱水利会会长柯南山柯会长。另外，咱宜兰的这个老前辈吼，前议员尤进亮担任总协调的这个工作。咱县东部的主委，现任的议员黄世超担任执行总干事。好、哦，感谢。台北市的部分主任委员是咱拉米丁拉立伟，咱总干事是由咱即马东部的主委吼，也、是咱上出名的议员，咱曾水荣吼、曾议员。这边总干事是咱徐家田执行长吼、新北市主任委员。由咱前文建会主委吼，罗志伟的夫人啊，陈玉秀陈老师，总干事是咱广东部的主委吴炳瑞，吴立伟，啊，嘉南市的辅选团队吼，主任委员陈崇光吼，陈南天，总干事是由咱议员张锦煌。这名总干事是咱黄良雄，另外咱议会总召了，嘉南市议会东团的总召陈东才，哦，第二遍哈，好，谢谢。通关辅选的团队啊，主任委员是咱前总统府的顾问哈，区市中心会理事长邱金彪老前辈哈。总干事由咱这个前立委黄宗元来担任。这名总干事啊，总指挥是咱柯水金副前立委。文灿那边来哈，那个这名总干事是咱周永华来担任哈。新北县的辅选团队主任委员。林光华，咱前先主席哈。另外，咱新北县东部的主委江文贤、江主委，咱前湖口乡长范锦彪、范乡长。新北市咱主任委员是由咱柯总召来担任，柯总召可能等一下到位哈。总干事郑宏辉郑议员。这名总干事是咱林志坚林议员，哦，这少年有才情哈。连江县哈，咱是由即卖议会总干事哈曹成帝来担任主任委员。过来是咱苗栗操盘哈，这位陈定南时代啊，都操盘到即卖哈，咱徐进荣徐老师担任主任委员。
詹应喜议员担任我们的总干事。大台中市啊，主任委员啊、是咱坐伫头前吼，咱秘书长啊苏家全苏秘书长吼。啊，大台中啊，分做啊原来台中市甲台中县啊两个总部吼。台中县的部分啊，总干事是咱李锦祥李总干事。啊，这也永远的总干事吼。啊，台中市的部分啊，曾朝荣曾主委。啊！伊拄只打电话来讲，伊高铁没有赶上吼，等一下会赶紧赶到位吼。过来，咱金门县主任委员是咱陈昌江陈议员，这是咱金门啊唯一的议员吼，有史以来第一个议员吼。过来是咱广东部的主委翁明志，吼，翁主委。平湖县啊，主任委员啊，哦，伫平湖啊，一再经营，一再参选吼、哦。咱陈光富陈主委，总干事由咱啊艺术工会理事长啊钟清泉、钟清泉来担任吼、哦。啊，台东县啊主任委员，我们请前县长啊陈建年担任主任委员。另外，我们县党部的执行长啊，陈敏智，哦，可能路途遥远哈，在路途中哈。花莲县主任委员，我们请萧美琴担任。那原来我们总干事啊，田志轩就是花莲市长哈，这嘛破纪录的哈，因为代表会的开啊，未当出席。花莲县执行总干事是黄正富黄议员，啊，咱县党部的主委江淑君，嘉义市啊，咱非常难定吼，咱这个大名鼎鼎吼，李鸿禧李教授来领军吼，另外咱涂新泽现今的立委吼，嘛。伫花的伫嘉义啊来操盘，南投县啊由咱拄出阁吼、哦、李文忠担任主任委员吼、哦，啊总干事由咱廖志成主委来担任，另外咱总督都是咱蔡芳龙立委，啊伊另外还有代志啊，等者到位吼。哦彰化县补选的团队啊，主任委员是王金珠、王立伟。总干事由咱彰化市的市长吼、哦、邱建富来担任。啊，这边总干事是咱洪忠义、洪议员。啊，分管补选的团队啊，主任委员咱苏迪芬主委啊，因为出国请假。啊，今仔日由咱总督的李进勇兼部长啊来代替哈、哦。另外广东部主委黄清才黄主委，另外咱斗六市的市长许根伟柯市长哈。高雄市辅选团队啊，啊局长啊，大家拢知影吼，前两天啊挂倒吼，今仔日请假。请咱总干事啊，前部长余正宪来代表哈、哦。另外，咱副市长哈、哦，前立委啊陈启玉嘛，代表市府的团队来出席。另外，高雄市东部主委是王胜仁，可能还袂到，是不是？好，槟榔关的辅选团队主任委员是咱周启宏周馆长。总干事是由咱广东部主委张世文张主委来担任。啊，上届甘心啊，咱杨树海律师吼，老前辈亲自操盘吼，这名总干事杨世海吼。啊，台南市主任委员就是咱市长吼赖清德亲自领军吼。总干事由咱广东部主委啊蔡洪全蔡主委来担任。啊，这名总干事由咱林俊宪
议员来担任。彰化县补选的团队啊，主任委员是，是嘞是嘞是嘞，看一个跳针咪吼。嘉义县补选团队主任委员，咱彰化县张县长。啊，总干事由咱管道部主委哈林秋桂、秋桂姐啊哈。啊，这边总干事是咱管农会总干事蔡炳坤哈来担任。好，啊，伫头前这几位啊，我想都免去一一介绍，大家拢真熟悉，用最热烈的抱啊声吼，感谢咱头前啊主任委员苏金昌苏议长，啊咱总指挥贾中庭贾议长。咱总督都尤锡坤尤议长，好，感谢恁大家啊，互相熟悉啊，未来啊，这是一个团体总体竞争吼，希望大家啊齐心协力啊，拍赢这场年底啊，不是啊，明年初吼，2022上届艰难的这场的选战，谢谢。感谢咱的执行总干事林时耀执行总干事介绍。